金少，您来了。林将军呢？父亲方才身体突感不适，召了医官来看，说是染了风寒，不宜见君上。如此，顾便先回去了。君上，你好不容易来一趟这儿，你就陪千岁喝一杯吗？你喝多了，应该早点休息。没有，千岁没喝多，千岁是高兴，君上终于来看千岁了。君上，不许走！不喝一杯，不许走！还是君上待臣妾好。不喝完了。君上，臣妾头有点晕，您扶千丝去床上休息好不好？来人！您别叫了，臣妾让他们都去歇息了。君上。放肆！胆敢设计过！臣妾心系君上，为了君上，臣妾做什么都可以，怎么能是设计呢？酒里加了什么？臣妾什么都没有做，那个酒是爹从边塞带过来，特意来献给君上的，只不过这酒甚烈。君上！